在脖子上制造假口红印。娜娜，等久了吧？也还好，我也刚到。你怎么坐这儿啊？这里好多蚊子。是有一点咬了很多。你有没有花露水？我脖子咬得很痒。怎么了？小婉，要不我们以后除了工作，平时就不要见面了吧？为什么啊？我怕你比较累。 不累呀，我下楼有电梯呢。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怎么这样说？那你，哦，蚊子咬的。什么蚊子咬那么厉害？那明明就是一个口红印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你把手伸出来。 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这明明就不像，好不好？怎么不像啊？送你一个礼物，这不快过节了吗？